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伟。我们现在去哪里呢？没有错，今天是那个象牌的代理商哦，然后为了我们这次没错，立法破纪录的我们那个贤哥邱明贤教练的一个记者会，然后听说办得很盛大，还有非常多的修哥哦，还有礼物，还有礼物，对对对，修哥一点喽，没有，好了，那就让我们出发吧 ，Go G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伟。小 J。 我们今天来到了哪里呢？我们在那个巴黎的六四咖啡。六四咖啡我这一次是第二次来，我很常来，只是最近比较少来，然后我是第一次这么早，之前都来看夜景。对，老板人也超好的。哦，对啊，刚刚还有一只可爱的柴犬，有没有？哦，在隔壁，在隔壁。好，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就是参加一个象牌为我们邱明贤教练举办的一个破纪录的记者会，对，也是同时也是一个颁奖仪式哈。对，那刚刚一开始呢，就是由我们象牌的一个代表，来介绍他们的所有人台，然后还有各大的赞助商那个秀仪 Nicky Molly， 然后还有我们的维新，然后刚刚就是重点是提到。象牌的轮胎的时候，就是介绍他们的一些光头胎啦，纯赛道用的，或者是说道路用街跑啊，对道路用的光头胎啊，或者是街跑、休旅，甚至速克达的轮胎都有。对，其实我个人看到那个，虽然骑的是 R1 大部分大家都是用比较可能说大闪啊，或者是甚至有些人就直接下光头胎了，对吧？可是其实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只是山路小热血，所以其实我觉得那种街跑的轮胎排水性也不错的，还蛮适合像小伟这样子的。你刚才有觉得怎么样吗？你觉得哪一个轮胎？我觉得象牌的哪个轮胎哦？我们感觉我们都是用街跑，对不对？因为我们也会当代步啊。对，如果拿大伞太浪费啊。真的，那个什么两三千就下课的也太可怕了，没有？对啊。而且又是他们大伞那种轮胎嘛，就是比较竞速用的。其实他们热起来是很黏，他们轮胎要是热起来就还蛮黏的。可是没有热的话就对。其实比如说天雨路滑，那个真的蛮危险的哈。对啊，所以真的要很小心。好，那刚刚就是除了介绍以外，还有就是一个颁奖的仪式。是的，就是这位选手应该拿了，应该是一年都喝不完的油了。一年都喝不完的机油，有那个什么 Mickey Molly 去赞助的，对，还有秀的安全帽，还有一个5万块的主机哦。哦，5万块主机，对啊，多好、啊！羡慕，我要是可以拿那个主机来修图、剪片，该有多好！真的。对啊，好，那其实台湾要就是养一个选手栽培他，其实大概要花10几20万，就非常多的钱。一个成本这样子。对，可是他们就是赢得比赛拿到的钱，你们猜猜有多少？就是不是说赢了一场比赛，而是成为台湾最强那种年度总冠军，而且不是随便乱跑，不是轻松随便乱跑，是努力的练习，然后用有可能大手大脚那种努力跑，拼命去跑的那一种。对，然后终于拿到冠军之后，多少哇？10万、20万、50万？难道3万块哦？三万块，对啊，所以一个赛车手来讲，那个是蛮艰辛的。对，所以今天可以看到这么多
机车界啦，或者一些厂商，然后这样子努力，对，来帮他开一个记者会，这样其实蛮开心的。然后去做出一些提供一些奖品，或者是一些奖金啊，然后让更多就是对于这一块的有兴趣的人，然后会去努力，然后可能大家都对于机车啊这一块，然后都非常努力，想要让赛车在台湾这样子红起来，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哦。对啊，就大家一起加油。对，那相信虽然这一次小伟跟小 J 第一次下赛道，对，是初体验这样子，可是还是蛮开心的哈，很特别的一个经验。那相信未来一定也会再下去的，一定会啦。等我伤好一点，就是认真跑看看到底是跑多少。没有错，对。好的，那小伟小 J 这边最后也祝我们。恭喜邱明贤教练破台湾最速的一个成绩哦。那下个月七月是不是又有一个绝影赛道日？那下一次的7月16的绝影赛道日哦，那搞不好我们邱明贤教练又再一次破纪录，但又有奖品可以拿了。对，就是喝不完鸡油。啊、有实力的各位各路好手，赶快一起来挑战吧。对，下次的绝影赛道日等你们哦。没有错，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小伟，我是小 J，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没有错，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拜拜。好的，我们现在小 J 辛苦的小 J 要去教课了。对啊，去上班，我从巴黎骑到中山区，好远。骑车要小心，这样子。那个彩彩在那里，好可爱哦！小心车哦。再见，拜拜。拜拜喽。拜拜。骑车小心哦。好的，那到了这期节目的尾声哦，想要跟大家聊聊台湾的一些现况。因为小伟跟小 J 从小就是运动员出身，小伟从小参加的是棒球校队，之后变成榕州国手。小 J 我呢，则是柔道以及脚力的选手，常常在台湾参加各大赛事。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台湾对于运动选手的栽培以及环境来讲，都不是非常好，跟国外有着不小的差异。那我觉得在赛车方面也是如此，更不要说台湾的法规，对明明是机车大国的台湾，却有着这么多不公平以及糟糕的待遇。也希望这些现象在未来都可以慢慢的改善，然后真的让大家有个更安全以及便利的未来。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哟。然后在最后也献上邱明贤贤哥教练破纪录的影片给大家作为参考，也请大家慢慢欣赏。我是小伟，我是小 J， 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